独立贡献者。那我是我 backend engineer， 然后我 SRE， 然后我是那个 DDD TW 的那个成员哦。对，今天来那个分享一样。那这是我的 LinkedIn，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大概讲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在那个团队中使用 Kinesis 使用那个 Event Storming， 然后怎么样把 Event Storming 变成程式码，然后它的好处与坏处是什么？然后我定了这个题目以后，我发现那个三十分钟可能真的不够讲，所以我等一下会讲很快。那如果说有时候不清楚，我们可以会后再来讨论。那这个情境是这样子，是我自己在团队里面是怎么样去使用，所以跟外面大家可能知道的方式可能不大一样，因为我是直接用访谈方式去进行。哦，好，那 event storming variant 它是个变形哦，我的用法是个变形的用法。那这些东西，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会讲的东西就主要是domain event command 跟 remodel 这几个东西，还有 rule。大家对这几个东西不熟悉的，可以举个手啊，或是想要知道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讲啦。啊，如果好，那我们就不用讲太多，因为时间真的也有限。我们等一下在等一下过程中就会再提到哈。那 event storming 基本上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它可以把我们的业务流程把它视觉化。那视觉化好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跟很多人讨论，我们不用去读完所有的文件，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们的系统大概在做什么。那它基本上是由很多便利贴去组成的。那会从它有个 timeline， 就是从左边到右边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个状况的去组成的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假设哦。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要开发背包系统哦，那你是一个游戏后台的开发者，因为我最近在打萨尔达，对，所以然后那个 Diablo 4又很红嘛，对，然后这两个背包其实蛮不一样嘛。那如果今天那个你的老板啊，或是你的 PO 跟你讲，我们要做一个背包系统。然后我要想要让那个游戏跟游戏里面拿可以放把东西放到背包里面，然后并且拿出来使用。那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对，你会想到很多我们有打游戏的经验嘛？但是他到底是要做 Diablo 还是要做塞尔达？差很多嘛，都没感觉，差就这。对，所以我们就要问他说：“那你觉得你的那个想象是什么？”他说：“我希望他可以把东西放到背包里面去，我把东西捡起来啊，然后就直接放背包。然后我这时候，我是在跟他访谈的过程中，我就会，我通常是用 Miro， 用过 Miro 吗？这个工具哦，大部分都点头，没用过的举手。那我也没办法哈、哦，那个那个 Miro 啦，可以查一下，很好用。那个，刚讲了哦 ，OK， 我把东西捡起来，然后东西放到背包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我在。”我通常开着 Miro， 然后跟他讲：“原来你要把东西捡起来，然后就赶快贴一张便利贴在 Miro 上面，哦，把它放到背包里面去，再贴一张。那因为 event 的话是发生过去的事，已经发生过的事，所以通常都用过去式来去表达。啊，如果是用中文的话，你就说已经怎么样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就是加前面加个已就好了，对不对？然后我再问他说：‘你拿出来使用，那你要怎么拿出来使用？’他说：‘我现在我会先把背包打开。’打开之后呢，我就显示背包里面的东西。哦，那背包里面有很多格子，然后我要把它秀出来。然后使用者要去选啊，去选那个背包里面的物件，他用哪一个东西。然后他把东西拿出来以后，他就可以用了。OK， 所以他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把这些事件把它贴出来。啊，贴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给他看，你也可以不给他看。我不一定会给他看啦，但是有时候通常会投着那个电视，然后就给他一起看。OK。然后那时候我们开始就会有一些问题啊，说，他把我们把事情大概列出来，或是他真没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问他。然后我们先偷偷的把 command 加上去哦，不用跟他讲。然后跟他说，我现在前面有个 put item in backpack， 那就问他说，那我放到背包里面有什么限制？就说这是我们要执行的指令嘛，对不对？那指令要什么条件，他才会成功？那我们要问他，他说，这个背包有很多个格子，然后每一个格子只能放一个物品，那每个物品最多有999个，所以是什么背包？萨尔达，对不对？因为我打比较多萨尔达。对，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它有两个，这其实它有两个路哦，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一个物品要占一格的位置，然后每一格最多可以放999，对，我们就有个条件就发生了，我要把东西放到物品里面的时候，我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对不对 ？OK。那持续进行下去啊？那我是不是可能捡一次就很多物品，还是我一次就捡一个物品而已？
哦哦，对对对，我们可能一次剪一次就有五个弓箭啊，十个弓箭，对不对？哎，有打萨达的啊，没有共鸣。好，对，他就打，他说我们可以剪 n 个 n 品嘛 ，n 个物品，所以他一次可能会有丢 n 的数字进来。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记录一下。哦，我们可能要知道说它是什么 item， 然后它的数量是多少。OK， 那 remodel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传到指令里面的一个参数。哦，我基本上我这样看的哈，但这是变形的哈。那 remodel 有跟它更明确的定义，但是这边的变形是这样子。好哦，然后我要问他说，哎，那物品多少种类会有多少种啊？每种的条件都一样吗？然后他可能就不知道嘛。他说，哎，这个题目我没有想过，那我要回去想一下。那这时候我记得那个。有任何问题都要记上来，哦，这很重要，因为你记上来的话，下次的时候他就不能再涨，对吧？哎，你也没走，不你也没讲啊，哦，对吧？他吐槽，哦，好，那我们刚的东西我们在收集的差不多，但是其实我们在 event 里面就会发现一些事情啊，它里面有些事情是它对它是一个查询的感觉，比如说像这个 item slash show 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个查询，我们要查那个。背包里面的物件嘛，对不对？背包里面的物件 ，OK。那背包物件的话，它可能不会特别讲，但我们自己要去，我自己就会开始在脑海里面想，哦，这个可能有个 query 的查询在里面，然后我把背包的号码传进去，那我就可以取得背包的物件的那个的格式里面，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显示出来。所以这时候我的 remodel 又有另外一种用法，就是它除了可以代表说它是我们传进来的参数之外，我也会把它当成那个。他要传出来的 output 的 response 的资料，我自己会这样用，所以有时候我会把 remodel 当 output 来使用。好，哎、欸，好，所以在经过一些整理之后，跟他讨论的时候，或许我们当下、啊、手脚没有这么快啊，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出来。那我们说我自己的话，我就会把它回去啊，然后慢慢整理。在 Miro 上面把该加上去的加上去，哎、欸，比如说，回去就想，哎、欸，奇怪，那个背包里面至少要大于一，就是我要拿物品拿出来的时候，我至少要大于一。那有没有会用半个的状况啊？对，不一定会有嘛。那、啊、我们可能打很多游戏，然后会有很多想法，然后就开始把我们任何想法、有任何问题就贴上来。那贴上来之后呢，要怎么办？就再去问他嘛，问清楚。他说，哎、欸，这个哈，我们下次再做。啊，这个哈，怎样？这个不要啊，怎样？该确认完。那确认完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开发的范围了，对不对？就不会出错了嘛。啊，如果说他说他没有做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对不对？这样吐槽我，他吐槽，功力也不共啊，所以我走，这个很重要，知道吗？所以要留证据，对不对？但不要偷改啊，偷改这样子有违反诚信原则。OK， 哎、啊，对，然后这两个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其实有这两个事件嘛，那其实这两个事件对我们来讲可能不重要，因为我们事后，但是它其实可能不是真的不重要，而是因为我是后端开发者，所以我不关心前端的怎么做的嘛，对，基本上我比较不关心啦，但是如果对于游戏开发者的话，这个东西它就很重要，对，所以就是摆 context， 你去选择你应该要去关心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们在 event storming 整理完之后啊，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就是我们自己就在自己位置上先梳理一下嘛。但通常会跟他说：“哎、欸，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做。”那其实真正有那么多时间陪你耗的人真的不多了，哦。所以你就是我说自己在位置上面就自己做一做，那做好了之后，然后去跟大家做确认，哦，确认说：“哎、欸，这个对不对？”那确认的话，确认对象有谁？但是当时开发需求的人要跟我们讲嘛，然后 QA 也要进来。如果可以的话、哦、或是有任何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然后跟我们、跟你合作开发的人、哦、要一起确认，然后甚至你跟前端也要确认，因为前端他们可能更详细的、input 跟 output 的资讯、哦、这都要确认完，然后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欸、好，这个是我们定稿，那我们接下来要这么做、哦、那接下来就可以开发我们的功能，然后等这一切呢都抵定之后，我们就开始开发了。那开发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先建模，就是由我们刚刚里面 storming 里面的各个很多名词跟 command 跟动词，我们可以去把它简单的建立出一个模型出来。对，那这个模型其实很单纯啊，对，一个我个背包，
然后他可以去 get backpack item。那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虚线哦，因为那个 query 通常不会，我通常不会做在 domain 的 object 里面，会另外再做。然后这个背包要可以把东西拿出来，然后我要把东西放进去，然后里面一个背包里面有很多 slot， 然后 slot 一个 slot 对一个 item 嘛，然后那个一个 slot 里面有很多数量，哦，那我们就这样去简单的去建模，建一个模出来。OK， 那建完模之后，这边可能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个 clean architecture， 虽然刚刚大家大部分都知道嘛，对不对？好 ，OK， 那它的原则就是那个离 I/O 越近的越外层，哦，离 I/O 越远的越核心。所以刚刚像 domain object 那个东西，它根本就是那个很概念性的东西嘛，我们根本不管外面世界是纷纷扰扰，对不对？它就很任性啊，就是最里面，所以 domain object 是最里面的。那比如说什么是外面的？什么是外面的？资料库，哎，对对对，开背包，它算是对啊，算是那个外面的动作，对对对，就是 UI 的部分，没错，对，就是刚刚讲 UI 开背包嘛，对不对？然后资料库，对对对，没错，哎，所以那个是最外面的 ，OK。那我们等一下就一层一层的做进去哦，啊，不对，一层一层的做出来，OK 。好，我们等一下，这左边右边这个是我常用的，就我们团队常用的，目录的结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大概会对应到哪一层？大家稍微想象一下。然后肯定还有前面还有讲说尖叫的架构嘛，对，他看到他你就尖叫，感谢他小，拍谁直播呢？啊，心声讲出来了，不好意思，那个对，大家有看有，大家想一下，大概是哪一层对哪一层？其实还蛮明显的哦 ，domain 嘛，对不对？Domain 对 Domain 最里面那一层啊，然后 Use Case 是对 Application 那一层，然后 Controller 呢是对这一层，那 Repository 是对这一层。OK， 但是其实我自己在做的时候，这两层其实没有分得很清楚啊，对啊，其实有点难，对，分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的分层的大概是这样分的。那他们的那个 Dependency 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最外面有个 Main 嘛。啊，面是就是最脏的部分，对不对？它里面会去决定你的 storage， 你的 persistent 要用什么，对不对？然后你的 repository 是什么？然后我要用什么？我要用 gin， 我用 grpc， 还是我要用任何 event bus 什么？你要用什么？就在那边去做决定。然后在中间 query 这一层啊，对不起，application 这一层它有 command 跟 query。那 application 这一层的话，它可以去决把东西做一个转换，然后去呼叫，就应该说他去整理一下，然后把它去最后去呼叫 domain 的东西出来，所以他的那个依赖关系大概是长这样。OK，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 domain 层是在什么时做的？那因为刚刚讲说我们已经有整理出来很多的路了，所以其实这时候他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做那个。TDD， 这边有做 TDD 开发，在公司里面做 TDD 开发的有吗？哇，棒！我也有了，我有，所以我也很棒。好，这下，这个是这我的吗？对啊 ，OK，OK，OK。那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对 TDD 来讲还蛮直觉的，就是我只要把写这个测试写出来，这个测试写出来。好，这测试写出来，然后写 production code， 然后这测试写出来写 production code， 然后其实就写完了，对不对？啊，如果没测到怎么办？要等一下再说。啊，不行了，我们要负责任。就是我们在列的时候，通常不会列的那么完整，因为你当时在想说，我可能想说，这样可能就够了。但其实在开发过程一定会想到更多没有想到的部分，所以是我们还是要加上去啦，对，然后负责任，我们是有责任感的工程师，我们要做负责任的事情。对，绝对不能三库跟跑步跑哎呀，三库要跑路对不对 ？OK， 所以其实对我而言就是很简单，我就是把刚刚的测试第一个入我就写上去，它就很单纯，就用一个 backpack 啊。那有做过 TDD 大家知道，我们会先写 test code， 所以 test code 一开始的时候这都是死掉的，就是都不会动的。对，所以这边TDD 我也不讲太多，其实就三个。AAA 嘛，那个 arrange, act, assertion，
所以这边是 arrange， 然后这是他做一个行动，然后最后去做一个 assert。OK， 那我们就再做第二个，第二个999对不对？超过999的话，拿出再加入一个，那它应该还是999，对，那其实看起来就还蛮自然的嘛。OK， 那我们用测试驱动开发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domain 层就写完了。那下一层要做哪一层？对，就是 use case 层。那这边的话，我们把它命名成，我们这里是叫 application 啊，在我们目录命名是叫 application。OK， 那use case 层的话，这边我们会把它分两个。那其实这个也是有个 pattern， 它叫做 CQRS， 但 CQS 比较厉害一点，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它叫 CQS， 好不好？对 ，CQS 我们把 command 跟 query 分开。那为什么分开呢？因为command 的话，它是会对于我们系统的状态做一些改变。哦，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针对一个功能就做一个 use case， 所以你。刚刚有讲过嘛，尖叫的架构，所以你把目录一打开，你就知道它有几个功能在里面，就很清楚。对，那 query 为什么要分开 ？query 分开的话，是因为 query 通常会跨很多不同的 resource， 它可能不是这个 domain object 就可以那个，所以它可能会去 A B C D E F G 去很多地方查资料，甚至去外部 API 去查资料，所以理论上它会比较脏。但脏的话，这就是我说伪 clean architecture 啊。对，就是有点伪的地方。对，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不干净，对，然后来换取比较大的弹性。那这边的话，我们会定义一个query 的 repository 的 interface 在这里面，然后去往外面的人去去 implement 它，然后去得到他要应该得的东西。OK， 所以我们 use case 层其实相对单纯，但我们 use case。里面长的样子大概也是大概这样子，每个 use case 里面会有个 use case， 然后它有个指令，那指令其实这个比较像一个 DTO 的感觉 ，VO 或 DTO 的感觉，它只带参数进来，然后最后一个 response 就是把东西丢出去。所以其实在 application 层里面它也很单纯，它就是把东西把 domain object 叫出来之后，它去执行之后存档，然后最后就 return 回去，然后大家问那个 aggregate。怎么不见？那个 domain event 怎么不见了？大家 domain event， 大家知道 domain event 吗？好，那就当没事哦。好，对，因为这边没做，昨天写 code 没有写出来，对，写太晚了，所以就忽略了，就是那个先不要写它。那么这边的话，应该也可以把 domain event， 对吧 ？domain event 把它丢出来。好，那我们做完了 entity， 然后做完了 use case， 那接下来就是。controller 的部分，那 controller 的部分的话，其实是在这一层，就外面这一层。那我们 controller 这边的话，就是去用我们刚刚写的 use case， 所以我们 use case 它可能会有很多种 use case， 可能有很多数量，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外面的接口用什么样？那外面接口它有很多种，我们今天用 JIN， 然后我们下天明天不开心用 HTTP， 对不对？后天老板说，我要用 gRPC， 然后改天同事又说，我们要用 event bus， 对吧？阿丽亚。如果说以前的方式，你从头写到尾要怎么 key 效？要怎么改？没有要改嘛，对不对？那这时候肯定感谢球的威力就出来了，对不对？我业务逻辑不会变嘛？你说要放99个嘛，对不对？你不会今天是萨尔达背包，然后明天叫我改成 Diablo 吧？阿边呐，给我 key 到，可以想看嘛，想我清楚再来。对，这件事情很比较好办，但是外面的沟通模式其实是真的很容易改变的、啊。对，那沟通模式改变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很容易的可以用。Plugin 的方式就是我就写一个 对应的接口给你用，但是我后面的逻辑还是一样，我还是萨尔达背包嘛。对，那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去 implement 它。所以这边的话会怎么去 implement？ 为什么是 room 啊？写错了，哇，被发现！这是以前是个开房间系统，开房间。多人游戏是要开房间的，好不好？不要这样子。对对对对，多人游戏是要开房间的。OK， 看我别给我攻杀。OK， 其实这边对这边 controller 嘛，他可以看到他做的事情这一段上面这一段，他其实是去把 JIN， 其实这边写错了，后来发现他写错了。我要去 run 他不能 run， 其实应该去用他刚 JSON 进来，然后去 pass， 就像这把 JIN， 然后用 JSON 把你 pass 进来之后，我把它转译成。我的 command， 因为这个 command 它除了我的 JSON body 之外，它有可能是 token，
预设 token 或是什么，对，所以它有可能不同的资讯，然后把它组合成 command 之后，再把它传到这个 handle 里面去，然后这个 handle 就是它在 use case 里面就去处理，把那个 domain 要去叫出来去做一些处理。OK， 所以这里就只针对 JIN 的东西在做。好 ，OK， 那 repository， 那我自己在开发的时候啊，我们团队在开发的时候，其实很习惯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去写，因为我们公司是用 Mongo 啊。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会用 Mongo， 就我们开始就写一个 in-memory repository。那 in-memory repository 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你就想着你要把它存进去拿出来，存进去拿出来啊，它就是一个 hash map 嘛，对不对？对吧？那两黑波线啊，对。但是这个 repository 我会让它去 implement 两个 interface， 一个是我 domain object 要用的 interface， 还有 query 要用的 interface。对，那所以另外一个也可以这样做。我如果说真实的资料库里面也可以这样，真实的 repository 可以这样做。好，那我讲的有点太快了。好，然后最后的细节啊，就是这个 main。那这个 main 它长成什么样子？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把所有对外 IO 的东西都准备好。那么它准备哪些 IO？ 就是 repository 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是用真正资料库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建立资料库连线，对吧？然后如果它是 controller， 你是用 JIN 的话，你就这边就会做一些 JIN 的处理。你用 gRPC， 你用 gRPC 的处理，对，你用 event bus， 你用 event bus 的处理。OK， 所以其实main 的这边也是相对单纯的。OK， 好，那免得是其实没有那么 clean 啊，就是说，因为 clean 来说，它很讲求的是它会一层一层进来，然后每一层都转移啊。啊，有实做过的人就知道，它今天哦。下了也起笑，然后真的 会真的发疯，真的你进来从外面 UI 进来，你转一次，然后 UI 到 gateway 转一次，然后这边在这边又转一次，然后这边又转一次，哦，紧接着那个人生都耗费在转那个 convert 上面了。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真正在做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的、entity 里面会定，我们用 Mongo， 所以我们会定 B 上的标签，哦，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把 J 上的标签也打上去。甚至啊，对，直接打上去，因为我们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标签其实好像没有真的 dependency 嘛，对不对？还好啦，还好啦。对，那它唯一会影响的是，如果你直接把 domain object 丢到外层去的话，那外层他们的画面改变，或是他们的 JSON 的格式改变，他可能要你改，那、要你改的时候怎么办？你要去改 domain object 吗？没有，那时候就乖乖的写 converter 哈，就 convert 一下，要对，就是因为你 domain object 就是那样子嘛，他可能要的资料不是那个，对，那所以这边的话，我觉得在实作过程当中，你再去追求真的那么 clean 哦，你应该用爬，会被追着打，对，那个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是真的有折中在做这件事情。OK， 那现在话说回来啊，就是 event storming 的话，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真的很视觉化，就是你把图摊开来，那几乎所有看得懂字的人都可以知道都在干嘛。对，他可能会对那个标签那么多颜色可能会怀疑，哎、欸，这是干嘛？这是什么意思？他可能会怀疑一下。然后在这个视觉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很充分的讨论。OK， 如果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对不对？所有的不满不是不满，那个你那个没有不满足条件的部分拿出来，对。然后，而且几乎可以把 event storming 就一对一的比对成我的程式码，就基本上我们就看蓝色的 command 有哪些，我看蓝色的 command 有哪些，那它几乎就是我要开发 的部分，几乎啦，对。OK， 那哦，因为今天没有讲到太多为什么要这么做啦，然后其实这边 event storming 它是从 DDD 来的嘛，它就这个 DDD 那个。对，Domain Driven Design， 对，好 ，Domain Driven Design 那边的过来的一个方法，然后 CQS 的部分刚好稍微讲一下，然后 Event Driven 的部分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用那个 K8S 啊，或是那个微服务的话，那大家可能在这里也会用得到，对。那其实再谈回来啊，为什么要分层？他说。其实我们软工其实很多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 对，问题很复杂怎么办？就把它切小，对不对？
那我们刚切小部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以前切小的部分，可是我们切 task， 把 task 切小。但其实 task 里面的问题还是很多，我们要处理的东西很多。如果说照以前的做法，我们就同时要处理 IO， 我要处理 database， 我要处理 business logic， 在同一个 function 里面。那有维护过 legacy code 的应该就知道，其实那个真的蛮痛苦的。然后你又找不到那个路，我又在哪边，你又找不到。对，那所以为什么要分层？那你分层的时候，你就可以针对那一层去做它应该要有的测试。懂没？不觉得我就测试路哦，对不对？那 use case 我要不要测？我甚至可以在 use case 里面测一些那个 integration 小小 integration 的部分，对不对？那我测进那一层，就测它转换的对不对？对，它的东西 command 转换的对不对？对，所以我每一层几乎都可以测，对。那你可以找最重要的，如果你有时间有时间的就往越外面测，如果没时间，就我们把核心测一测，对，至少我们以后改起来是放心的。OK。那对我自己而言，我们团队在开发这个的时候啊，其实觉得动作变得比较快了，反而不会变慢。可能是因为一开始，不过它坏处啊，它讲回来，它复杂度变高了，然后开发时间变长吗？有可能 ，maybe yes or maybe no。对，那学习曲线真的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其实也没那么高了。对，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还好。如果同事都很厉害的话，就更好。然后是现有的程式要整合，然后推行的话，可能要花一些功夫才有办法。那通常的话，我自己啊，就是我自己的部分就偷偷做嘛，对。啊，做的时候就那个 commit 上去，就在跟他讲啊，这样子怎样，要说服大家，对，就从自己开始，对。好，不免俗哦，那个打个广告，不好意思啊。就是 Golan 的厂就要打那个林育轩年会的广告，就是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个年会，今年在9月的时候会有年会啊。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如果想要针对刚刚的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那可以来参加一下。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耐群，可以在上面大家可以对于 DDD 啊，对这些方法论啊，然后可以做一些讨论。哦，好。那最后的话是 QA， 那。这边是我 LinkedIn， 那这边是今天的 slide。那 slide 上面有 source code 连接，所以如果想要对 source code， 那个想要写可以开 PR 给我了。对对对，我看一下。对，我希望我会把它那个每天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想要？嘿，请说。好，回到上一页 是？啊，不好意思。嘿，是。听起来是 application 那一层，没有，因为他会丢 error 啊，他本来就应该要知道啊，对不对？他本来就应该要知道他有 error 啊，还是这什么？对，这什么？对吧 ？application 这一层嘛，就这一层，他啊，应该啊，拍谁？应该说这一层的话，他会去丢 error 出来嘛，所以这边是你说错是这边错嘛，对不对？是这边错嘛？然后这一层错的时候，那你说要让它 roll back？ 嗯嗯嗯嗯。我觉得这边实作其实它的概念是，如果我们有听过 aggregate root 嘛，对不对？那我们在 DD 在操作的时候啊，DD 在操作的时候，这句话。OK， 好，好，我们可以这样讲。对，在操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针对整个 aggregate 去做回滚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把握到的部分是，你把整个 aggregate 都做一个回滚的动作就可以了。那实际是会做在什么地方？我记得我们是不是坐在俊这一层啊？还是好像在 repository 这边弄一个，比如说像 rollback 的那个。好像也可以，对，然后或是在外面那一层去针对那个，因为他知道他实体的地方去做 rollback， 应该也可以，对。
对对对，在这边的话，其实我这边是用一个聚合的概念去看它。对，对对对。好，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就，超时一分钟。好，那就谢谢大家。